各位玩家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信长之野望，这样声音应该可以吧。好，今天要来解个谜哈，就是有玩家在这个 YT 上留言的哈，他想要知道一个问题哈。其实我先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首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你训练一只加成，我现在讲的这个是旧系统哦，旧系统，因为现在9月10号新的加成修炼系统要出来了哈，加成可以修炼到85级，然后再赋予它一个音节的技能哈。对，那因为现在只有日本那边的消息啦，我们台湾这边还没有实装，还没有摸到，我也不能说是怎么做啦。因为毕竟日本人也没有说把他用说明的方式，他们就是操作这样子哈。那没关系，到时候我还是会再拍哈。那我先把旧系统到75级的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哈。因为我所知道好像是并存呐，他就是说他会维持现有的75级的加成的制作方式，跟新的85级的制作方式，让你二选一。二选一这样子，那至于新的那个是不是会跟现在的加成是一样的条件，那我们到时候要再看，因为现在我先针对旧的来讲给大家看。来，加成的部分，在哪里？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觉得它不会废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加成跟宠物的训练其实已经有，有很多的道具了，有很多的道具了，所以变成说，你如果你看哈，秘传书啊，成长秘药啊，强化卷啊，还有那个加成的装备哦，装备，所以我们旧有的这个75级的这个系统啊，是可以给予它装备的哦。那但是85级的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哦，等到有开出来再说哈。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哈，之前有人说啊，那个羁绊的数值的问题哈，羁绊我们要做一个音节哦，音节的角色。音节的角色，那你要羁绊嘛，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赋予它一个装备。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用在城下町买的话，就是这些什么信义啊什么的这样子。那基本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武器给它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的哦，也可以拉高它的数值。然后在给装备的时候啊，你注意看哦，给装备一个动作，看哈，就是说你这个装备上面的攻击力、防御力，还有其他的赋予值，还包括99力，就是你的99力里面有什么条件，它会把它加到它的赋予值里面去，然后再装到加成上面去，然后左手装备。如果你有武器，99力不被反应，所以基本上你也怎么讲？你如果要发动99力里面的数值，最多也就是武器啦，右手武器这样子。如果你装两把刀的，左手那一把99力不会有效果这样子，然后武器给了之后呢，就拿不回来了，然后就是盖过去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会有人说，那你为什么你的这个角色，你没有给他装霸道啊？现在的话，就是主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给的武器啊，就是说你加成做好，对不对？加成做好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它是这样子啊，它的数值是这样的，跟大家讲一下。你的加成做好的时候呢，它的数值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依照你做的，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值。然后呢，你再点它
用修炼书、哦、就是用这个加成熟练之书，可以再加15。它原本旧的就是只有10、哦、那这个10呢，这个是可以随时调整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是可以随时调整的，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希望它的数值偏高在生命值，偏高在气，偏高在腕力， cost 的扣打是25啊，哈，那你刚做好的时候它是给你10，所以你刚刚那个加成熟练书啊，你要再吃15，就是点它，然后在道具里面使用，好，加成熟练之书，就可以再给它15，这样子，总共25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给它的话呢，你一个加成熟练修炼起来，你原始的数值是这个数据啦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惊讶，哎呀，我的数值怎么会只有7000多啊？哦，或者是多少多少这样子啊？你看我的盾，以我这支盾来讲的话，哦，这支盾来讲的话，你看它到生命到52617，可是你看哦，它的这一支右手啊，还是信义斧枪哈。那信义斧枪的话呢，其实我可以用霸道再装一把武器。然后甚至我霸道的武器再给他99力、哦、那就可以再拉上去啊、哦、比如说再给他更高的99力，可能还可以包含拉更高的血、哦、99力还有血 哦拉更高的血或者气或者是腕力或者耐久力等等、哦、所以变成说他们会说啊，那你怎么不用、哦、不用，那 我可以跟你讲啊，是因为我在等着要换武器如果以这个99力的条件来讲，我把这把武器给他的话，这些数值，这些 total 的数值会灌在那个加成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如果要给加成的武器，其实也有两个方式啊。一种就是你先用速成的，就是用勇气或者是用这个霸道的官方的这个装备哈，免钱用派的哈，就是点数就可以换了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买的，或者是自己有套东西的，那我等一下会示范一下哈，有套东西会差多少哈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他是信义，这个就是在城下町买的哈，在城下町买的。那这个黄泉网冠锦，我们看不到这个数据，可是你可以看到这边了哈，看到这边。啊，我们这个熟练值没有加上去哈，熟练值没有加上去。那羁绊的它基本条件呢，还有一个因素啊，就是主仆之力啊。那主仆之力不是增加它的数值啊，是增加它可以分给我们的比例啊。如果它给予的主仆之力越高啊，那它就能够分给你更多的这个数据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要跟他羁绊嘛，就是把他身上的数据分一部分给你这样子。那我们把这个主仆之力开，比如说哪情况，主仆之力怎么用？主仆之力就是点你要分享的那一个角色，要羁绊的那个角色，然后使用主仆之力，然后要用几个。那你要注意看哦，如果我给他，我就可以看到上升几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最多可以给75个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主仆之力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给他75个，所以我可以分享我现在这支盾啊75%的数值给我。那像我刚刚有说嘛，如果我今天再给他一把有99力的。好，有99力的武器的话，那它还可以再往上拉大高，还可以往上拉更高。那像我当时给他这个霸道面具、霸道大台，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啊、我们穿旧的衣服嘛。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差是差在哪里啊。来，我们来今日城大将军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数字：7068 4973。打一下好了，
7068哦，4973，然后晚历872，哦，因为我这支是那个神点，所以我拉高它的晚历啊。那等一下我们会用那个勇气之心的哈，来强化它，就是头、桶跟手这样子，来哈。那勇气之心的这个东西呢，是用换的哈，它没有办法交易。可是霸道的话是可以哈。来，把我在这边开给大家看。哎呦，刚回来就穿勇气就好了，或者穿霸王也可以啊，这种本质。好，霸道装，霸道装是可以移动的哈，也有人在卖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用勇气啊，勇气来用个帽子啊，用个帽子。防具换啊，记得哦。你要看他用什么武器，或者用什么装备，用什么服装，要他能够穿哦。你看乌音哈，好乌音这样子啊。勇气之冠，好勇气之冠。对啊，他这个勇气之冠是有限制的护音哦。好，然后我们要腕力生命，腕力重视。好，来，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样子，我们给他装备。勇气之冠，有看到？啊，240加70，装上去。哦，当然他的防御力没有那么高了，可是问题我们不是要防御力啊。好，装上去，好，确定。来，我们来看他的数值。你注意看啊，变成7308。然后玩气没有了，气没有增加了，7308，然后气是4793，然后腕力到942哦，啊，有差对不对？有差了。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衣服啊，衣服，那注意看啊，那防具啊能不能穿啊？好，比如说直衣，好直衣，乌阴，好，腕力，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铠段哈，注意啊，铠段，装备赏赐，你看。你们看到，所以你今天要赏赐衣服，你要先确认那件衣服它能不能装啊？好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给他装备赏赐，勇气的直衣，再上去啊。防御力会降，但是血跟腕力会拉上去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看数据哈。有没有看到？来到了，
好，来到了7548。好，气没有增加了哈，4739，4793。然后腕力到1012。OK， 那武器呢？好，再来个武器哈，它是弓，好，它是弓。气，哇，靠背没有弓，武器没有弓，你要知道，这样的话，你就要用别的东西了哈，比如说你就给他装小刀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再给他看一下哈，那如果说例如了哈，例如。比如说席杖或者是腰刀也可以，席杖乌鹰，好，你注意看乌鹰，好，或者是腰刀，好，鹰的，可是它是乌，那腰刀就不行。霸道装备，你有没有看到霸道弓？你有没有看到？霸道弓，所以霸道装呢，它是可以给比较全面性的加成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搭配像这个的话，像这个现在这个绳子的话，如果我今天给它，因为我本身阴阳师没有在用弓嘛，那如果说我今天给它的武器呢，好，给它的武器呢不是弓。那你要注意哦，它的技能里面如果需要弓的就不会发动哦，就不会发动哦，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哦，这也是很重要哦。那如果说我只是要纯粹拉高数值，那你就没有差了，所以建议你就是好，给他一把他可以使用，那因为他现在这把武器啊，他可能没有拉高血，那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试一下霸道的技能，来把弓好了，弓，好弓，然后腕力，哎，没有气血耶，哇，那这个也没有差了、哦、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哈、哦，那你就要给他一把、有气血的，哦，好看我没有垃圾了，不是有垃圾，我没有库存的东西，这种老玩家就是垃圾多哈。看有没有弓啊？啊，有没有弓？没有弓。飞行杖。哦，你看，妖鬼刺刀改装具，好，全员可装，而且生命力加200，懂我意思吗？哦，类似这样子，哎、欸。哦，看这一把，这一把我如果给他装的话，他就生命力加1304啊，这样子，啊，是气血255，好，好，你看这个天下统治阵有没有功啊？因为他需要，哇，这么多枪居然没有魔法飞行弓，哦，可是他没有那个魔法飞行点，哦，青睐之阵，你们看，青睐之阵加血1000呢。这些器材都是材料啦，就是材料。哦，这个没有处理耶，塞满满、哦。我建议你要给他可以使用的武器啊，不要给他乱塞啊，到时候你的技能不能发动哦。那你给的装备的话是拿不出来的哦，然后可以盖过去，是可以盖过去的，是可以盖过去的。
可以给我去的。啊，没有。木牛啊，没有可以给他用的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子了啊，就是你用这个啊网冠呢，网冠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来，我告我们来看一下那边有没有网冠了哈，没有网冠，只有龙首，勇气的龙首。我们开一个勇气龙首，能不能取代网冠呢？好像不行，网冠跟龙首不一样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你看，这叫网冠，这叫龙首。哦，所以我今天如果说装备赏赐，可以给他吗？没有啊，莫有，莫有。但是大家注意哈，网冠这里是有的哦。比如说网冠，我们可以去打黄泉的网冠，来给他。比如说这个林桥深渊啊，我刚好没有，没有腕力高的了哈。你可以换一个腕力高的给他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。我现在这个玩的是什么啊？没关系，我现在随便换一个给他好了。好，换一个，姊妹啊，万灵力姊妹。因为我的网怪是自己在穿，自己在用。深渊的网怪，黄泉的网怪。好，例如这样子好了，到时候再好给他。好，那我们赏赐给他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他数值啊。好，那个，因为我本来给他的那个王冠就是血比较高了，所以你看他只增加一点点，七五，然后七来到七十九，因为本来就有那个数值啊。哎呀，反而腕力降低了，所以我本来这个网冠是高腕力的，高腕力反而降低了，高腕力。你可以找一个七十的啊，七十的，再把它换上去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武器的话呢，你可以去买一个弓，哦，买个好。来花钱好不好？砸钱，拍一遍。安图。哦，我们要实验嘛？实验。啊，我们买一把弓。买一把弓，买进商品，重新输入主要条件，装备弓、哦、追加条件，追加生命力二五零，追加气二五零，好。搜寻阿娘为三十五万，我想好了，米都波光光，这也太啊太贵了吧，我靠，给人用还差不多，给英杰用啊，那我们就把条件删掉一个好了。你啊，就职也塞啊！你买一把这个给他，给你的加成用。好了，这个比较便宜了，12。我、哦、到这边就飙上去了嘞，25000就上去了嘞。那就买这个就好了。好，罗刹强攻，1000贯可以，1000贯我可以接受。1000贯，那买一把弓给加成。
9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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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
看这个有九九力耶，菩萨教。好，买一把弓了哈，买一把弓。好，然后我们出去。来，好，我们要实验嘛，所以我们去那个，欸，其实我应该买两把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用两把啊，我这边没有九九武器箱啊。好，九九武器箱三啊，三，我们来给他合一下东西啊。太奢侈了，给家臣用了，太奢侈了。好，来啊，来看一下哈，要把九九的箱子开拿出来，好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像这种九九武器箱啊，它可以开一个武器啊，比如说我们开一个弓。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属性，属性，可是不是血耐哈，它就比如说腕力啊、耐力啊、灵力啊、智力啊，比如说我要腕力，好，腕力，开，好，然后再开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我要合成的哈，因为它越高阶的九九力的。越高阶的九九力的那个武器啊，比如说罗刹强攻，它没有九九力，哎，有有，它有个九九力，罗刹的模范，那可以，那合并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把罗刹强攻啊，去合成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合成强攻，合成罗刹强攻。去吃九九神功，然后他有一个刚力之疾病，他有一个刚力的疾病，那因为你要把它吃过来嘛，那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条件之下，他吃不到过来，所以你要用个小道具，九九九九猪，九九继承九九。就是继承嘴，继承鬼神，继承九九一。好，我们先强化一下它本身的等级。这个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其实之前有说过哈，那个等级一哈，它的强化效果可能会不好了。哇喂，多呢，我的九九力也不多。好，我们先稍微这样子给它试一试啊。九九力不是很多，哦，那烧物资啊，合成，把这两把九九和九九贡献九九珠，不用继承，应该会过。哦，刚力之神水，哦，刚力之神水，哦会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设定把刚力之神水。九九宫，刚力之神水，换到第一个去。删除，俊美之心得那掉。好，那其实如果你要直接给你的
加成九九峰应该也是可以的，这应该是可以，好，这应该是可以。你要看，我直接给，我叫出来哈。金日成，这个哈勇气，来装备赏赐。哦，我给他九九攻，其实也可以啊。哦，你们看到九九攻，噔噔三八五，这个三八五怎么来？就是跟大家讲，就是你那个神功里面的九九力，要把这合进来的，哦，合进来。哦，那如果说像这个罗刹成功啊，它本身有二五，哦，二五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它两把再合起来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好，合成，谁吃谁？二五零的去吃一五零的，好，去吃它，然后贡献九九珠，用继承杠力自身水吃进来。那魔法的罗灿如果拿掉的话，应该刚烈这几亿也会进来的，把这个删掉的话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试吃啊，吃，哦，吃进来一个啊，刚烈之神水进来，那刚刚这个动，这刚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。像刚刚九九力啊，九九力的武器啊，它是不可交易的，它是不可交易的。那如果你利用这个方式呢，把那个九九力给转到一把可以转移的武器上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拿去当产品卖。就是说我有一个刚力神水的罗刹强攻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操作的，啊，是这样的操作的。那你们看到我刚刚那个血就来到比较高了。好，那我今天打这把武器，啊，7550。479，然后完毕945，那个网冠的问题啊，网冠的问题，我再换一个那个70的就回去了，因为我现在换了这个没有70，然后再去打一下龙王，开一下宝箱就有了。来，我们给他那把武器啊，装备上次，罗刹强攻。来上去哈，生命力你们看到719，好，这样，好，这就我们说的，你看他的血就来到了8269，好，479，然后完毕98。那其实我再换掉这个网冠，再换可以叠上去，是可以叠上去。那如果说今天我这个啊，勇气之心的衣服啊，它可以给你属性值，可是它没有办法给你动动啊。你看到霸道中。霸道龙卷，你有看到它全部可以装哎，它全部可以装，啊，霸道龙卷全部可以装。然后做出霸道龙卷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霸道龙卷。
这个。好，八大面积在这里。好，八大面积。好，这是八大面积的数字。好，八大面积的数字。有没有？八大面积的数字，它本身就会帮你平均加一些数据，然后还有生命力的契合。可是像勇气的话，它是没有契合的。但是你可以选单一属性拉高，好，单一属性拉高。那当然，你说，那我如果不要给他霸道面具，我如果给他我自己正在装的，好，装到这个，好，玩家做的东西，那我再丢上神秘石，那我就可以拉高单一属性到160级，甚至血气我可以买好一点，可以啊，是可以的，好，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个东西是看的啊。如果说你今天你的一个角色，你的加成啊，就是说你要用来羁绊这一只，那可能我这个我可能要去换一下比较好的条件哦，把它的血啊这个拉高一点啊，然后它的数据啊，可能这像这把武器啊，或是给它幸运补枪嘛，那我可能要去买一把枪，然后血有255的。甚至血气255，再给他个99力，好，99力，好，这样子。那可能我这个52617又可以再拉高一点点，然后分羁绊到我身上的时候，可能我又可以再往上高，往上拉一点点。可是我已经冒红底了，就是其实我的血已经是我现在这个职业的属性值的峰，算顶了啦，哈，超出我的基础能力的啦，好，基础能力的。基础能力是可以再增加的啦，你的基础能力可能，比如说我的耐力在增加，那我的血的上限可以再增加这样子。那这个东西要去打四神兽了，四神兽，这是我当初的一开始的，我是一个高智，然后耐久力这样子，魅力这样子，高智，噪音怎么会是高智啊？我后来好像有。好，那大家就知道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像这只加成啊，你决定要让他穿勇气装或者霸道装都可以啊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霸道装它能够涵盖的加成种类比较多哦。因为像如果勇气装的话，它是针对你个人哦，你这个角色。所以我如果要用凯段，我就不可能用勇气装给他穿啊。凯段我只能让他穿霸道装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今天我的加成是阴阳师，那我给他全套勇气装，再加上一个高质的皇冠，当然是可以啊。然后再给他一把好的，甚至勇气的武器也可以啊。哦，勇气的武器也可以啊。可是你要记得，勇气的武器，如果你今天是加成是凯，那当然他就不能用了，因为武器勇气是绑角色，绑玩家的角色。哦，那就用霸道。哦，霸道当然你单一属性只会低啊，那不然你就买一般装给他穿。哦，那我刚刚讲就是说，那这个数值不够高，那因为我的刚刚看的那个是基本数值，我这个还要再拉，哦，还可以再往上拉，这样子决定。好，哦，所以整个攻击值就跟一开始就不一样。看这个232561788，那我再开一支哈，开一支。23256188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它这个是1540，然后它是22，哦，差1000多，哦，差1000多这样子。那如果你给它75%的。给他75%的那个主仆之力，哦，他可以拉得更高，哦，他可以拉得更高，哦。那现在这个是，我们旧加成的训练模式啊，哦，你在训练过程呢，如果你再给他加道具，那可能训练的数值会更高，哦，训练数值会更高。
来，好，因为你在训练的过程啊，他会问你要不要，你可以先吃一样东西啊，叫做好像是特别训练券吧，是特别训练券。好，这是特别训练，追加一次特别训练。这个啦，训练秘传书啦，这个训练秘传书，这个，哦，这就是说你在训练加成的过程当中，你如果有，譬如说我要训练20次、50次，那我就给他吃相对应的秘传书。可是我这个不知道说他是要吃一次，还是训练一次吃一次，还是训练20次就吃20次哈。反正你就是吃吧，啊，如果你有很多的话，你可以换，你可以打。那就可吃，让你的成长过程可以拉高数值。好，在它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啊。然后你看哦，像这一只啊，逆时光之顶半，这个，啊，这可以把你的加成的训练值回复到原有的样子，一开始的样子。让你重练啊，哦，让你重练，哦，可是主仆之力会继承，也就是说我刚开始的那次砍断训练的时候没有针对脉，针对血，哦，是针对魅力，那可能后面数值不是我要呈现的方式，我就可以用这个去弄这样子。哦，那至于现在这一套东西呢，能不能套用在新的训练方式，不用，不行。好，那还有一个人说，那我能让加成要套上去的装备装护法具可以，他有说了，不管你这个装备是属于霸道勇气，或者是你自己做的玩家做的，它的属性值上面所有的属性值，它就是被继承，包含990加在一起，刚刚有看到，我就把它加进去，好，然后叠上去这样子，好，叠在你的加成上面。那，啊，当然，你如果再用新的武器给他，他会再盖过去，啊，哦，他就不会说叠上去了，就是说他就是换上最新的就对了，这样子。所以他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哈，哦，他有优点也有缺点。也就是说，我会建议啦，如果说你有可以使用的角色的话，可以使用的角色，比如说我做了一只阴阳师，那这只阴阳师他身上穿的装备，其实他可以用我穿旧的，那像。我本身的话，我穿霸道装，那我霸道装再给他穿就好了，我穿过这两张，啊，哦，先一张嘛，我被摸，哦，比如说我先穿嘛，那他说，啊，那你这样的话，太换太晚了，血量拉不高。对了，可以的，你可以先让他穿，就穿霸道装就好了，因为霸道装是所有的加成都可以穿，哦。那如果勇气的话，就是当然先给阴阳师啊、神师啊等等。看他刚刚，我阴阳师不能用弓啊，所以我用勇气去开弓开不出来，会开小刀很了嘛。这问题是技能，如果要用弓的，他肯定不能用的，啊哦。他的技能要配合，技能上会有写要不要弓，哦。那如果要弓的，他没有那个弓，那就没有，他就没有办法施展那个技能，哦。这个东西要注意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，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就是穿。来，我给另外一只穿霸道装好了，叫出来啊，看他缺什么。啊，头一根风啊，来，这一只我们给他穿霸道装好了，装备赏赐。那他好像没有讲到宝玉哦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有机会再去试啊。宝玉的能力会不会加进去？好像没有效果，因为宝玉是独立的哈，他只讲990而已啊。来，我先看一下他原本的数值啊，他是22479，22479，啊，5919，然后完1540，1540，啊，
他这个是他原本的，他原本的瘦子，那我们直接就给他穿霸道装，我没想吃霸道装，这个是没有入，没有入宝玉的面具，穿防御又比较低啦，可是他的他的耐，他的血气会比较高啊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再穿啊。因为网冠，我当时我记得我都是给他们70的，70的啦。所以没有了哈。来，给他一件衣服，霸道防具。大凯啊，好，大凯，好，给他穿大凯，好，大凯，噔，好，我升你300，哎，初期穿那个就很好了啊，然后他拿弓嘛，给他一个弓。他的弓好像没有什么特殊能力，只剩下这样而已，他没有生命力，没有生命力的技能，还要得到剑。来，看装备上次，大大弓，好。来，好，那刚刚的数据是什么呢？你看，它就是23029。好，然后6319，腕力1630。你看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霸道装的。那当然你要用在其他角色，你的这个铠啊，或者是盾啊，等等等等，武器武艺啊。我现在不知道他的那个新的锻炼85级的方式能不能给装备的。那如果可以哦，那我跟你讲，大家就是这个坑，就是塞神装啊。塞神装给你的加成，那你的加成又拥有85级的加成，又拥有阴劫的烙印，那数值可能还比阴劫更高，有可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加99力。那很简单的是，如果说了99力，它是把 total 的数值好加在加成上面。那鬼神力，阴劫是鬼神力，所以你变成说做99力比较方便，还是做鬼神给阴劫突破？阴劫要有突破才可以用鬼神力啊。可是加成吃99力，它不需要突破啊，它只要有譬如说4个字，像我们99力很多都用管力嘛。那如果说你今天99力到时候八桃字的99力，然后给你的这个圣赖加成、圣赖奥义的加成，然后通通都灌智力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！再加上训练数值，再加上装备99力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可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给装备了。如果它是分开的，比如说我今天75级的加成可以给装备，85级的加成不可给装备，那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没有这个所谓的99力加成问题。因为目前的加成，你再怎么强，你再怎么给高数值，它没有奥义，它没有奥义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有两种。
对，两种，你可以拿一个碗，然后各吃两个，不一样啊。对，不是，这是煎水饺，什么叫煎的水饺？你放碗啊。啊，你那边是一般的水饺，就这个价吗？好像五元吧，好像七元吧，好像七元，七元，七块，对，因为这一盒七十，那一盒也是七十。好，不然你等一下弄完再给我吃，吃了就好好。好吃吗？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这些影片。那如果你要不要讲话的，加成啊，到时候等新的出来，9月14号新的阿果的训练的出来。那如果你目前的话，要快速拉高一个，拉高一个你的共击用的加成。共击加成不是只有拉高血而已啊，哦，羁绊不是只有拉高血，其实你也可以羁绊有拉高指令啊。谁说一定要拉高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如果是后勤指，我的盾够强，我不见得能够，不见得会被对方怪物摸到的话，不见得一定要共击我的血，我可以做出一支高智给九九力，高九九力，然后再共击智力给我。那我如果是智力高阴阳师有影响的，譬如说阴阳道它需要高智力，那它攻击一个专门纯九九力再加上纯 智力的智妹的加成来强化它的攻击也是可以啊，这个方式也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式啊，大家自己去思考怎么去搭啦。因为攻击这个方法就是说你除了阴结攻击、宠物攻击再加上加成攻击可以给你角色的数值，那他们这些攻击就不见得是出来帮打的角色，他只是一个攻击的角色，那你就是要针对你需要的属性去强化。如果我的阴结能够搭配鬼神石强化智力到最顶端，包含阴结识破、破也不一定是要、不一定是要 很高阶的阴结啦，我是觉得因为你主要是要他破四，然后再加上给他超高的高智的鬼神石，然后再搭配你的宠物高智训练的宠物，59等的高智的宠物，然后再加上你的阴级那个加成，那75级的加成嘛，那你用九九力，比如说八桃智，然后九九力装备冲智，然后顶端顶端。全部都穿那个玩家装，高智玩家装，然后再攻击给自己。哇，那你可能可以造出一只非常可怕的高智的角色，三个全部滋滋，全部冲灌到你身上啊！对啊，就变成非常可怕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的做法是血量，比较没有能力的，就是看血量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欢迎订阅、分享，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。好，那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 YT 上或游戏中留言。那我能够拍的就拍给大家看，好，测给大家看看，实际上效果是怎么样。然后也可以打赏给我们，好，支持自媒体拍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欢迎大家欣赏这句话，我是老郭，下次再见。